你们准备干什么去呀？放黑鱼。哇哦，今天去看海豚吗？想看到海豚吗？想要。好，你看我们今天的午餐都准备好了，直接吃。嗯哼。现在。好。现在。船长正在调试。今天天不错。哦，天气不错，看看。啊，天气很好，没，关键是没什么风，适合出海。哦，旁边有一个工程船，正在挖这个码头入口处的淤泥。什么？去下去看看我们的小船吗？嗯，把小船稍微。嗯，不然看我们的船后面还绑了一艘小船，平时大船不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着小船到处溜达。然后呢，对面有一个海滩，然后可以到对面的海滩上去玩。天气超级超级好呀，旁边是一个度假酒店，这海边的度假酒店。好啦，哎呀，他们两个出来要穿泳穿救生衣啊。嗯，这个太大了呀。那没办法，小的里边。里面没有小的。有那种橘色的。对啊，给他们带穿小的，等会儿免得海上巡逻的人看到了，到时候那个。孩子们出来在上面是要穿救生衣的。好，一个，这两个人在里面。船舱里面的空间还是可以的。对，一排沙发，就是沙发，我们装的空调，后面一张床。然后这下面这个位置呢，也是一张床。这船长最忙啊，准备发动。多少下？嗯，为什么要给它滴？请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在数数吗？有二十下。哦。放油加热。哦。然后一点就走。啊。前两天刚把发动机保养，换了机油。打个招呼。哇哦，把帘子也关上了。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
我们今天去哪里？啊，去大海。哇，今天好多好多船呀，旁边就有一艘船，他们应该是去钓鱼的。今天这儿有个工程船在挖这个码头入口处的淤泥。Hello。 其他船呀？对呀，今天好多船，大家都出来玩了。Hello。 那个船是准备进去。这艘船准备进码头的。这个地方拐不进去了，他们要从另外一个出口。我们刚才就是从另外一个出口出来的。我们的小船拖在我们的大船后面。今天你看，海面上好多好多这样的小船，基本上都是一家人，然后出海钓钓鱼，到对面的沙滩去玩。沙滩吗？我们上次去了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还跟 Cherry。 是呀，哎呀，记得他要搬家了，他走了。这个穿鞋子准备出来。很远了，前面有一艘船，好多海鸥在那，海鸥都围着那艘船，船上的人应该是在喂海鸥呢。我觉得这种地方都不知道去哪里。在走，然后两个
在放线，你是在放线，要反过来，要另一只手。在准备深翻。然后把这个拿走，等会儿要那个拉绳子。哥哥在钓鱼。那心仪把你放小船上去好不好？能。让他准备怎么把帆升上去。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已经到大海，我们已经离开城市很远了，城市在那头。哎，哥哥又犯错误了，他又把线搞这么长，这样越绕乱了呀。翻了，爸爸一个人在收翻。需要拽下来吗？拽的方向不对，可能是又有风。那我上去帮你。你可以扑着，哥哥，你扑着。小心，丢了，太行了。
东西，东西。啊！好了，我这个来。好了，啊，好累呀。你可爱了吗？可以了。点了啥？炸饼。几个？他弄了我的 Happy Meal。 他点了几个 Happy Meal？ 反正点多少吃多少呗，对吧？